大家，咱们盖新的房子不会那么难。第一，妈妈在旁边帮忙；第二，我会给你1000，不是500。哇、哦！谢谢妈妈，好了吗？明白吗？房子。嗯。写名字干嘛？申请建房名单。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一直说想在莆田盖个房子吗？嗯。这个在咱们这边要盖房子，先要申请，等批下来了才能盖。好、嗯。要排队。要批。好。是这样子的。嗯、对。你妈妈喜欢建立这边，在郑州这边盖房子。对，妈妈说要有自己的房子，或者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会好。要新盖哈，这个地方有点是老房子的，有点小。是不是你说有一块地在那边盖？那边的种地本来盖，因为要包租。对呀、啊，种地的那个又盖了这个老房子的地方。不是每个地方可以盖。不行。哦，这个不是新的吗？不是，这个老的，我拿了两个。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有点不明白。快点。那。这里面老房子有这个。农村的老房子有这个，有这个树抽抽屉，照片，这是我们老的房子。这个老房子，嗯，这里用土盖起来房子，以前这个房子张家里边一家一点点，一家一点点，后来两个叔叔又盖，他后来他们盖房子都拆了，拆了咱们留这边，要不然留一点点不安全。我明白了，不是这个房子在哪里呀、啊？等一下我就在这个在后面，咱们那卫看见？嗯，这是咱们房子。嗯，这是蓝影房子。是这个房子？对呀、啊。是这个房子真的吗？啊，这个是不是他们家前面那个老房子？对，对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啊、对，我咱们的那后面拍的，咱们得留一点点不拆起来，这个下一片。啊我明白，不安全。明白。就这么样。嗯。哎，这咱们住房在这里边。以前咱们的花生，还有那个豆子，那个草晒干了都放在这里面。那灶火用。我知道。住房那个放在里边。以前咱们有两个房间，一个厨房，一个柴房，四个房间。对，两个房间。嗯。哎呀，老子我的，哟，太脏！这个前面，我看，这个是前面，对，啊，这是咱们家前面，对，那时候哥哥种的葡萄，哎呀，那个时候妈妈没在家，我和姐姐和哥哥，我们三个人，啊，那里还管脏不脏？对，哎呀妈呀，这里那个厨房前面顶都裂了，你知道这个对联写什么吗？是吗？这个上面的对联写鸡鸭鱼肉经常有，白面大米满锅屎，这是希望。好，那个是厨房的对联，是希望能吃上。我明白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是，是不是？对。哇塞，真的吗？是这样子的呀。这那个是老房子，那个是老房子，对、啊，以前老房子那个卖菜，那还在那边。对呀、啊，对的。那个老房子买菜，这个他们叔叔盖房子后来就都拆了。明白。不拆，你这一点点还在，还在，对，还在那个下一片，
是反正走来走去不安全，后来多拆了。应该想办法。是啊，我行。我看见你俩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一个十二，一个九，你们。我现在也要说大家，因为应该是人会想，哎呀，这个房子那么大，为什么还要盖一个？因为我们在莆田有两个儿子要两个房子，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说有一块，但是现在有一个小的问题，它的文件出来，没事，就这样吧。以前我在大连又兜了点500块钱买品回来，500块钱，回来了，今天拆开这以前可以，一拆开这盖一点盖一点，这个沙子还水泥什么可以那个。钱拿回来，再给一吨就捡钱给他。后来装修之后，哎，就这么样。会是这样子啊？不是说哎，今天东西拿回来，马上钱给你，够一吨就捡来住。啊，会是这样子的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大家，咱们盖新的房子不会那么难。第一，妈妈在旁边帮忙；第二，我会给你1000，不是500。嗯，谢谢。比你老公给多。你老公给500，我老公给1000，可以。这个不用怕，到时候盖了能慢慢接涨，可以，还有这样就行了，一边努力一边盖。要不然你盖先盖1000，再住。不要盖1层，盖1层让人笑死了。他们盖新房子了，哎，他们盖了1层。没办法了。不是，我们在乌克兰现在喜欢盖1层，但是很漂亮，很大的。我知道，我们的地方大。你们那边人均面积很大。你们那边地挺大的。嗯。那地挺大。而且他们那边不靠海呀，不潮。对呀、啊。咱们这边太潮湿了，不一样，气候不一样。咱们地这边地些。快点过来，那边走不到。咱们视频发出来，然后有很多厉害的人，他可以帮忙咱们看一下怎么设计，会很漂亮。啊，不是这个真的要，因为对、啊，所以说必须要先给大家看一下咱们、大概是多大才是多大。我知道那里有个蜘蛛网。这个你快一点放。没有蜘蛛没下来，我的脸都脸上没有、多顽疾了，有多少是我两十二的、拿起吃啊。好的，给是这样的，等我们接出来然后看一下、对，因为不知道要多久，明年看这里会不会有一栋房子吧。这和你们关系，但是这样，妈妈，你老公帮忙盖房子，因为你盖好了呀，你现在是你也前盖房子，我挺开心。我看到了你很开心，我看到了你开心。你洗我的头很厉害，我告诉你。我不会洗你。哦，你听到了？洗了。到时候，你妈妈就来洗。先一步一步制作了，后面再制作。